下下辈子还做兄弟。为什么每次我的婚礼都得不到祝福？20多年了，我几乎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没有你的痛苦。假如有那么一天我们真的找不到彼此了，我们就来这里。就像美丽的夜空，深藏不露，做事有条不紊，我没看错人。除了眼前的寂寞，我父母就是被宋先生和向明山逼死的。这辈子没有怨的，我会期待下辈子，希望我们真的能天长地久。是脆弱，让眼中布满迷惑。我知道你这辈子在你心里面只有张浩天。哭过恨过在冷风中蜷缩，我不爱你，这就是一切的理由。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这样抱着你。喂喂喂，怎么了？好像有问题啊。喂喂喂，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麦不能出问题，赶紧解决一下。哎，好，别着急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线路的问题。再试试看。喂喂喂，哎，好了好了，谢谢你了，多亏你帮忙。哎，别客气，我叫张浩天，这边的场地呢是由我来负责的，如果出现什么问题那也是我的责任。张浩天，我之前在电话里跟你沟通过细节。你叫陈秋妍？嗯，是吧？你好你好。你好。浩天，过来一下。哦，那我先去忙了。灯光老师，请最后确认一下灯光。啊，好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是啊。啊？发布会马上开始，各部门请最后确认。
首先，感谢各位贵宾来参加天成集团20周年的庆祝游会。现在有请董事长、董事长夫人、大小姐莅临现场。各位贵宾，今天是我们天成集团成立20周年的庆祝酒会，有各位贵宾和各位好朋友的莅临指导，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。同时，我也要为天成集团所有的员工感到非常的骄傲。今年我们天成集团的投资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我们要在香港扩张我们的事业版图。我们要打造出全世界第一的世贸商业中心园区。现在我要郑重地展示一下由宋子涵小姐亲自设计的 3D 立体建筑蓝图，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。设计出来的作品，这人怎么了？你一分钱不给，还找人诬陷我，害得我丢了工作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今天我就戳穿你的真面目，你们大家看。看，这是什么？今天我要让大家看清宋天成的真面目。各位朋友，这纯粹就是栽赃诬陷。我宋天成创业以来经历过无数的风波，请各位一定要相信我。宋天成，你就是个大骗子！我告诉大家，他就是个大骗子。表面上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君子，实际上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小人。你们大家全部都被他骗了。这位朋友，我们天成集团做事情一向是光明磊落，请你不要在这里一派胡言。如果你有什么个人恩怨，我可以等你平心静气之后再好好的跟我说清楚。呸！虚伪！你做了那么多的亏心事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杨特助，把这个人给我拉出去。是，董事长。请你出去，放开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动！危险！别动！谁都别动！你们别过来！你们谁过来，我就捅死他！宋天成，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我告诉你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！怎么这么大仇恨？你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！你必须立刻召开记者会，还我清白！否则的话，你别想活着离开这里！听到没有？这位先生，你先别着急。有话慢慢说嘛，你先别这么冲动，大家一定会给你个公道的。我才不会相信你，凭什么相信你？请您相信我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Thank you.
小雅，对不起你，爸爸，对不起你，。这个杀人凶手！别打了！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杜市长，笔录已经做完了，调查人员认为博士出于自卫，何志远是意外死亡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你没事，我还没问你呢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们来宾的名单仔细审核过没有？保全系统你们都核对过了吗？好好的一场酒会，竟然闹出了一条人命来。我们天成集团累积了这么多年的信誉，就为了今天这件事情，脸都全部让你们丢光了。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请求处分的。还有，救我的那个男孩，找到没有？正在找，估计……我问你找到没有啊？没有。还不赶紧去找？还需要我教你怎么办事吗？是，我明白了，董事长。那我先去了。老公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来来来，赶紧，赶紧拿病敷一下，疼吧？还有你那个宝贝儿子呢？我不是让他赶紧回国筹备婚礼的事吗？家里头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他居然置身事外。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，他说把学校的事情处理完就回来了，来，再敷一下吧，啊。你别忘了，他可是我们天成集团唯一的接班人呢，让他赶紧回国吧，和楚家的婚事绝对不能有半点的差错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啊。My princess, welcome back. 哎呦，哥，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啊？这次呢，不走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，我回来的事情没告诉爸妈吧？嗯，那得看你封口费是多少了。嗯。噔噔噔噔！啊，今年限量款！哥，太爱你了！有印了吧？有啊！快点帮我擦掉！哎呀，帮我擦掉！好了，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，走。妈，哎，回来了！今年怎么这么早啊？哎，难得今天收工早。我就早点回来，想陪陪你们。哎，爸和乐美呢？你爸还没回来，乐美还在学校呢。妈，嗯，给，这个呢是我这个月的工资。一家人的生活都要靠你，乐美还小，你爸辛苦你了。妈，瞧您说的，我不是这个家的长子吗？这些事情啊，就应该我来负责，别想太多了。妈是怕你太累了，啊。妈，其实我一点都不累，我帮您收拾，啊。嗯。来，我来吧，啊。哎呀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妈。
没事。什么没事？让妈看看，让妈看一下。你这手怎么受伤了？妈，就是不小心被玻璃划了一下。玻璃划了一下？好端端的怎么被玻璃划了一下呢？妈，就是今天活动现场的时候，有个人闯进来捣乱，情急之下我就上去帮忙，不小心就被划了一下。后天哪，帮人是好事，可你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危啊。妈，虽然人是帮了，但是天成集团这次的活动还是办砸了。那你帮的人是？天成集团的董事长宋天成。哎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没事，妈就是担心你，你别为了帮这些有钱人伤了自己，不值得。那您刚才不还说这是好事吗？你别碰了啊，我去拿扫把。看来你的伤都好了。是啊，这周末有空吗？请你吃饭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周末见。子阳。喂，子阳。啊，你回国了？嗯，好，待会儿见啊，拜拜。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已经下班了。你给我一分钟，我让你这个月的业绩超标，好不好？把你们这儿最贵的戒指拿给我。好的。这枚戒指你应该去送给他，而不是我。可我爱的人是你呀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。为了你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。你放心，只要我跟我爸说清楚，说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他就绝对不会再逼我了。子阳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。你这次回国，我很高兴。你马上就要和田心订婚了，而我是他的小姨，我希望你可以一辈子对他好。
让他幸福快乐到永远。今天这个事情，我就当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是，送我下山吧。为何分别时才感觉我心疼的发现，这泪水已经不断淋湿你的脸。我微信说再见，可话又到嘴边让你流泪，伤心被慢慢撕裂。为何离开后才感觉像再回到秋妍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会让全世界知道我有多爱你。我听说你早就已经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回家？爸，我听说了何志远的事情，处理得怎么样了？你还知道要关心啊？你还记得你是我宋天成的儿子，是天成集团的唯一继承人吗？因为你是我的儿子，你的命运就注定跟别人不同。你要知道，我在你身上投入了多少的心血，就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合格的企业家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过几天的订婚宴，不准丢我的脸。难道我连自己的婚姻都做不了主吗？不能。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就是我说了算，轮不到你做主。明天早上，给我到公司上班。小雅，吃点东西吧。我吃不下。小雅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再难过也没有用。你现在应该赶快想办法处理好何叔的后事。天成集团那边的事情，我来想想办法。哥哥，对不起。陆云，你现在不是小孩了，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考虑清楚后果，不能每次做完事情之后后悔，明白吗？不过你们俩放心，有哥在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照顾你们的。谁？警察！快，警察，快收拾一下，快快快！陆云在吗？陆云没在，我是他哥。怎么了？你弟弟陆云涉嫌一起故意伤害案件，受害人已经报案，请转告你弟弟，让他尽快到警局协助我们调查。哎，我知道了，走。陆峰，郝婷，子阳回来了。子阳回来了，来来，干杯。你看啊，咱们三个人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我今天看见你们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嗯，我可高兴不起来，估计昊天这会儿跟我一样。怎么了？你多好啊，回国之后直接进公司当高管，我们俩呀还得从头一步一步混。我吧倒好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。昊天就不一样了，自从叔叔被人家陷害，从一个大律师变成一个代书之后，他们家所有的经济来源都靠昊天一个人，压力大着呢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
咱们哥仨嘛，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。我坚信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所有的梦想全部都会实现。没错，来，干一杯，干一杯。嗯嗯。我呢，还是那句老话，谁也别看清自己。哎，指不定你张昊天哪一天世界五百强总裁，而我这个富二代呢，也指不定哪一天流落街头，变成乞丐了。子阳这话说的对啊，如果有一天你沦落街头变成乞丐了，我第一个施舍你。去你的，多给点。这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你想想看，一转眼三年了。对啊，哎，昊天，你还记得子阳当年泡妞那段吗？结果让人家泼了一脸酒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说你还好意思说呀？哎，当初要不是你设计陷害我，让那个姑娘觉得我是一特别花心艺人，当初我就把她给拿下了。吹吧！但是啊，真没想到，这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转眼间三年就过去了。那时候多好啊，我们多单纯，还有点傻。喝一杯吧。带上我啊。多傻，多天真。问你们两个事儿啊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说如果啊，我犯了法，被抓去关，你们两个还认我这兄弟吗？不认啊。我的意思是呢，就以你陆峰这个聪明才智，就算将来犯了法，你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麻烦。没错，我就那么一说，我是说万一，别那么认真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现在可是天成集团唯一的接班人了，就这还没个正经工作呢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我当然不会见死不救了。昊天，等将来我一接班，我立马聘你为总经理助理，咱们两个一起大展宏图。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，到时候你可别说你是喝多了酒乱说的。我说话当然算数了。那没准儿。哎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你看啊，你长得这么帅，我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跟你争，唯独女朋友你可千万别跟我抢啊。你闹呢，我这么穷谁跟我呀？也是啊，也是。来，咱们兄弟三个人无论怎么样一辈子的好兄弟，其他什么都不管，就是好兄弟。来来，一辈子好兄弟，对不对？来来，干干。来，哎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来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妹妹宋子涵。哦，你好。这两位呢，是我特别好的兄弟，张昊天、陆峰。哦，原来你叫张昊天啊，我记住了。哥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，拜拜啊。我记住了，啥意思啊？我哪知道我这么单纯一人？哎，行，人家说多喝点。来来，多喝点，来多喝多喝。哎，好了，不喝了。咱们是不是该下一场了？走吧。怎么着？什么怎么着？谁先来？不是老规矩吗？老规矩就是我先来啊。行，我告诉你，陆峰，如果今天我要再让你赢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，来吧，踢球不靠嘴，来，快点儿！啊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我是投资分析师，踢球也得靠分析。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来，再来！嘿，去你！臭美什么呀？对了，你推人，看到没有？我告诉你们，这踢球呢，
想是一样的，只要有速度，有激情，再加上点手段，进球！快点的，不会让你再进了。来，攻！怎样？不行了吧？来，怎样？你看到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光有速度和技术还不够，最重要的是方式和方法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要有耐心，但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耍赖皮。你，不要了，没劲了，没劲了，再玩会儿。不要了，我没劲了，我没劲了，玩会儿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我真的没劲了。来，来，来，我的呢？陆峰，怎么了？哎，你看看他。哎，陆峰，你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？你跟我们说呀！这有什么不能跟我们说的呀？陆云闯祸了，他女朋友的爸爸大闹了你们天成集团的酒会，还闹出了人命。现在警察必须追究，陆云又在现场。就在今天晚上，警察去我们家了，昊天也来了。就我去的那个时候，哎呀，没事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放心，没事。这样，明天我带着你去我爸那儿给他求情。哎，昊天，这样你也去。我爸这人啊，最重情义了。昊天救了他，他一定会看在昊天的面子上放了他，放心吧，啊，没事，能行吗？哎呀，必须行，让我去没问题，啊，为了兄弟做什么事都行。你看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兄弟三人在一起，出了什么事情都绝对没问题。你小子有病吧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傻？傻不傻？爸，啊，子阳，这位是？这位是陆云的哥哥陆峰。谁让你把他带进来的？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带人到我的办公室来呢？爸，这人是我带进来的，有个事儿想求您，您能不能撤销对陆云还有那个何雅的指控啊？你居然还帮着外人说话，是不是？我不，宋先生您好，您别怪子阳，是我拜托他带我来见您的。我希望您能高抬贵手，看在我弟弟年纪轻的份上，饶他这一次，行吗？你以为你找我儿子，这件事情就可以了了吗？何志远的女儿，跟你弟弟，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。要不是我运气好，再加上那个年轻人出手相救，我现在可能就没有办法站在这跟你们说话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死了这条心，这件事不可能就此罢休。哎，爸，你看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要这样帮他，我是你爸爸，我这条命差点就死在他们手里了，你还这么替他们说话？爸，陆峰是我结拜的兄弟。我们一起上大学的时候，他没少帮我，真的。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，这件事跟你无关。不是，董事长，您要找的人来了。您好，董事长。年轻人，你终于来了，怎么称呼你啊？我的名字叫张昊天，您叫我昊天就行了。昊天啊。那天的事情啊，我一直记在心上，我应该好好的谢你才是啊。董事长，我只是尽了一个男人应该尽的责任而已。董事长，我倒是希望您能够原谅陆峰的弟弟。我明白了。
搞了半天又是个说客。看样子你们三个人的关系真是非比寻常啊。张昊天，我有我的原则，虽然你出手救了我，但这件事情并不能混为一谈。如果你个人有什么要求的话，你可以尽管说出来，我一定做到。董事长，这是您的家事，我也不太方便插嘴。不过子阳在我们几个兄弟面前一直说您是一个好爸爸，非常有担当，非常有能力。董事长，您是一个做大事业的人，这件事情就饶他们一次吧。好，我给你个面子，我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了。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才行。啊，董事长，只要您答应我不再追究他，您提出的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您。我要你到我们天成集团来上班。我答应你。很好，喂，又插队啊你？哥哥，你就让我先洗吧，今天老师带我们去医院见习，不能够迟到的，求求你了。啊？求求你了。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见。求求你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也求求你了。好了，快点。我就知道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哥哥。好了，快去吧。昊天，乐美，快出来吃早点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来了。来。谢谢妈，都够吗？嗯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哥，陆云的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？我看陆峰他前段时间的情绪很低落，是不是因为陆云的事情没解决好啊？我都好多天没有见到陆峰了，我好担心他呀。好了，这件事情你就放心吧。宋天成看在我救他一命的份上，他已经答应我，不再追究陆云。还有何雅了，真的。嗯，昊天，走吃吧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嗯，怎么又是宋天成？啊，那个宋天成有什么问题吗？妈，怎么我一提到宋天成，您的脸色就不对啊？你认识他？我怎么可能认识那种人呢？我只是想要再次提醒你，像他那种人呢，通常都是利用别人或是出卖别人。你跟他走得太近了，一定会受到伤害。我跟你讲，你千万要离他远一点。你别想着是自己帮了人家，就想攀亲带故的，在人家那边得到任何的好处。妈，哥的个性你又不是不了解，他这么有正义感，又这么善良，怎么可能贪图人家的好处嘛？你不要误会哥了。总而言之，你就是给我好好的记住，别去多管闲事，尤其别跟那个什么宋天成有任何的关系。听到没有？吵什么呢？你们这一大早就听你们在这儿吵吵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赶紧吃啊！一个要上班，一个第一天实习。哎呀，已经这么晚了，我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的，我先走了。哥再见，爸再见，妈再见。嗯。爸。你一整天都不在公司，去哪儿了？过两天就是你和甜心订婚的大日子，看看你自己，哪像要订婚的样子。文鹏，给我准备车子，我要出去办事。爸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你还有什么事情啊？我跟楚甜心订婚的事。有关你订婚的事，跟罗山商量就行了。副总，您的礼服已经拿回来了，待会儿您可以试一下，看看哪里不满意的。你这儿没你的事了。哦，爸，从小到大我无论学习还是工作，我全都听您的安排，但是这一次算我求求您，
我自己的婚姻大事让我自己做主好不好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居然还跟我说这种话？这次联姻是两家早就已经定好的事，你别在这个时候给我出任何的差错啊！可是你明明知道我一点都不喜欢楚天心，我和他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你别给我开口闭口就什么男女感情的问题。子阳，你是我宋天成的儿子，你能不能顶天立地的像个男人一样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的人生就注定跟别人不一样。你除了把甜心娶进门之外，你没有第二个选择。你以为天成集团只关系到我们这一家人的命运吗？我可不允许天成集团在我的手里有任何的闪失，我更不允许我这一生的心血就毁在你的手上。好，我带你去参加订婚酒会，但到时候发生什么事你可别怪我。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没想到你也喜欢吃法国菜啊。也没有很喜欢，这是我第一次吃。啊，第一次？这个地方不是你选的吗？我以为你经常来呢。哦，我知道你喜欢吃法国菜，所以就选了这个地方。平时我也很少出去吃饭。蜗牛的味道不错。嗯，是，这是我的最爱。嘴脏了。不是，我来吧，是在这儿。女士您好，这是您要的洋葱汤。洋葱汤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点过。哦，是这位先生为您点的。你点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打开吧。想好不让你流泪，有过太多的误会，注视你的脸，倔强而凄美，我无法去面对，却装作无所谓，偏偏又让你流泪，毫无解释的机会困扰在心间，自嘲的责备，爱情会让人们彼此心碎。